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呢，它不会让你露到很多的肚子，但是呢，在侧边还是有一个剖开的这种斜角的这种设计，给大家整件衣服不无聊不呆板。手袖刚刚很明显的告诉大家，不论是我还是举举，这个手袖都不会让大家很紧啊。蝴蝶结这一面，它是可以直接遮住你的小屁股，也是当一个小礼物的一个概念哦。下摆呢，也不会让你很勒。黄色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干净很白的颜色。我把它反过来，我还蛮喜欢反过来，是因为这里我觉得直接可以遮到肚子。那如果你想要小小一字领的话，它都卡得住，它有种蓬蓬的效果抓住，所以让这种我上身比较没肉的女生也很爱这种衣服哦，有点 up up 的感觉，它有点像那个海水蓝，就是那种大海汪洋大海的蓝色。再来呢，紫色也是一个非常推荐大家非常容易驾驭的，然后女生就最爱的颜色。第二个好处就是举手不是一字领都会回到原位吗？可是它这件衣服回到原位，它所有的夹口都还是舒舒服服的，